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啊，看这个第五啊，下面它底下啊，就是它中间这段经文，就是佛入三昧王三昧，然后就讲放光啊，那有时候也会讲动地啊，放光动地，那要断一切众生疑解，宣示一切诸法实相。那般若波罗蜜就是在讲诸法实相的，诸法实相就是让你。从《阿含经》来讲啊，基本上就是无常相、无我相，诸法无我啊，诸法毕竟空相啊，其实是这样。那因为我们说过，那么到了部派对于这个无我，那么有歧义了，有不同的看法了。那么从般若经的角度看，你只取一切法有的这个概念，你是不能得解脱的啊。所以啊，那么那外道就更不用讲了。啊，那底下就是讲这个，就是有一些啊外道的啊，那前面也讲为恶思所惑啊，那不认为啊，不认为这个缘起无我是真正的实相。好，那断一切众生疑解啊，就一切众生的疑。那通常你要解脱，要先断疑，疑就是对于真理实相有怀疑啊。一般我们断三解嘛，身见、戒禁取跟疑。那我们这上一次有说到，那么身见是个根本，但是要断身见之前，你一定要先断疑，对于真理，就是你对于实际上可以解脱的，你认为不能解脱，实际上是解脱的境界，你却认为这个不是解脱的境界，啊，那这个不是解脱的境界，你认为这个就是解脱，这个就是涅槃，这个不能解脱，你却认为这样就能解脱。那么这个要先断，那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学佛之后，通常都在非因即因、非果即果里面，很少跳出来。那么你只要在这里面相信，比如说我这样做，我这样的行为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实际上是不能，但是你相信可以，那么你就在非因即因里面，那么你修行所得的境界其实不是解脱的境界，也不是清净的境界，你却认为这样的殊胜就代表是修行，就代表是你可以趋向解脱。那这个或是你已经得解脱，这个叫做非果即果，就是你这样的修行其实不是佛法的修行，你却认为是。那你这样的修行方法其实不能得解脱，不能成佛，你却认为可以。这个观念没有先，这个没有先确定，你是不能断身见的。所以身见、戒禁取见跟疑，戒禁取见基本上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疑就是你对于真正的佛法没有了解，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不了解。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佛教徒普遍的现象，对于佛法，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佛法是什么。卯起劲来就修，闷着眼睛就走。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一般说的盲修瞎练，其实就是这样。会不会有殊胜的境界？会有，但是这个殊胜跟佛法没关系。外道也可以活很久，也可以返老还童，也可以有神通，但是终究在三界里面不出轮回，啊，那么。目的就在于智慧，智慧是佛法不共外道的，唯一不共外道的戒跟定、神通这一些外道也有，啊，那么殊胜的境界、天人感应，这个外道也有，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东西，要不然你以为在修行，其实不是；你以为这样修行就可以成就，其实没有。这一点很重要。多数的人在这一点就没办法了，就停在那里了。所以三劫里面戒禁取错误的修行观念跟修行方法，你没有疑，就是对四谛有疑，就是正确的修行观念跟修行方法，你很肯定，你还不肯定，或是你不肯定，你就不决定修嘛，啊，就这样啊，你很容易退嘛。所以你要对于佛法非常的肯定，那你哪里来的肯定？透过你的智慧分析，那么透过你不断的修行，
那么你修行一分你就肯定一分，修行两分你就肯定两分，那么你越修你就越肯定，其实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说要断一切众生疑解，所以说般若波罗蜜。那通常从这个地方看起来，他就是说让众生相信，因为佛到底是不是真的成佛，六师外道也都自称他是一切智人，他是佛，就是觉者了，觉悟者，所以大家都说他是觉悟者，我怎么知道你说的你才是，别人不是啊？所以就有这个问题。好，那佛通常会有，一般我们从经典上看，为让人家深信，为了让人家深信，通常有三种，这个是第一种，叫做放光，啊，放光，啊，那么这是第一种，啊，然后第二种就是出广长舌，啊，出广长舌，啊，那第三种就是叫做说成谛语，说成谛语就是说，假设我说的是真的，那么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成谛语。就是我们叫做一语成谶啊，就是说他一讲出来就应验，然后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然后他放光啊，放光，光明非常大，那表示他告诉你这个是真的。第三个，他说出广长舌啊，出广长舌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做人入仙人的时候，那么那个歌利王说：“你真的修人入吗？那你有没有人入？我们哪里知道？只有你心知道嘛。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修人入？”他就说，因为他把他的手割掉了嘛。他说：“你忍不忍？你真的修忍辱，你忍不忍？”我忍啊。你忍不忍？那你也许不忍，你告诉我你忍，那我不知道你真的忍不忍啊。因为心在你里面，你说了算，我们又不知道。好，他就说成谛语：“假设我真的是忍忍，我真的没有嗔恨心，那么你把我砍掉的手会再伸回来，手就伸回来。这个叫做成谛语啊，那证明啊，我说的话是真的。”啊，那这个第一个说成谛语，第二个我们说这里是讲放光了 啊，那么说成谛语出广长舌，在经典里面也看得到啊，就是广长舌是不是舌头长广，它可以覆整个脸，覆盖整个脸，啊，广又长了，啊，那我们不是长舌而已，是广长舌，啊，那经典讲到多的就是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比如说像《阿弥陀经》里面的啊，出广长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那基本上就是有这个相的人，基本上他是成实语的人，啊，那么我讲的是成谛语，如果我讲的是真的，那就怎样怎样怎样。像央觉摩罗以前也是这样，啊，那么我真的没有嗔恨心，我从跟佛修行以来就没有嗔恨心。如果我说的是真的，那么难产的妇人就可以顺利生产，啊，没有多久那个妇人就顺利生产了。这个叫做说成谛语。那么证明他说的是实话，那么放光证明他说的是实话，出广长舌证明他说的是实话啊。这一般来讲有这三种了。好，那这里是用放光啊，那么来说诸法实相。所以他怎么放光呢？他不是平常的放光啊，就从脚底啊一直到头顶。那能够有这种相的人，基本上就是成实语的人。啊，就是他真的具足一切功德人才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啊，好，那这个是第四个啊，断众生一切疑一切智，他认为他不得一切智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欸，因为他这个跟后面有一些东西是连结在一起的，啊，就是讲四无畏的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因为这里的讲义哈，有一些就是他的这样的就是讲义的会让我们误会，就是说他可这个讲义可能有一些错误了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那现在看第六个，断他垢慢，宣说罪福。好，他说有恶邪人啊，就是有邪见的啊的这些人，恶见邪见的啦啊，就他观念错误，或是他烦恼重的，怀嫉妒意啊。就是他嫉妒，因为佛陀出现在印度，那么很多的大富长者、国王都信佛，那么他们原来的名闻利养就没有了啊，所以他嫉妒佛也很多。那么在阿含经里面，通常都是中阿含跟真利阿含都有，就是蛮多经典举出这个例子。他底下讲义也有啊，讲义也有啊，就是他举了很多部经
那么你会发现到多数是六师外道里面的泥剑子，啊，泥剑子。那他比较会这样说啊，他说：“毁谤言，佛智慧不出于人，但以幻术惑事。”啊，其实就是他认为佛啊，那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是因为他有幻术了，啊，幻术。那么印度也很多人修这种，啊，那所以就像泥剑子有一天跟他的这些徒弟讲，啊，他说他不希望谁，啊，他不希望谁，有些说是亲子，就是有些是他儿子的啊，那徒弟说他不要让一个叫做优婆里的居士去佛陀那里，因为很多居士本来是要去跟佛陀挑战的，或是去质疑佛陀、问难佛陀的。那听了佛陀说法之后，都皈依佛陀，成为佛弟子。那让这些外道，哦，就是很心里面很不欢喜。所以因为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然后所以他们都尽量禁止，啊，禁止让他不要去佛陀那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不管是在家的、出家的，啊，因为外道也出家的，去到佛陀那里，很多都皈依佛陀。本来要去跟佛陀辩论的，后来都变成佛弟子。那么在家中要去问难的，也都是变成佛弟子。他不认为佛陀真的是解脱者，真的有智慧。他认为佛陀一定学了一个幻术，啊，就印了一个咒术，然后就能够让这一些人迷迷糊糊跟着他，啊，特别是泥剑子，啊，那所以他说佛智慧不出于人，但以幻术惑事。啊，像《真义阿含》里面啊，这里我看有没有他底下的注解里面啊，引了很多经啊，但是没有引到。你看他有优婆离经啊，就中阿含就是讲这个啊，有一个优婆离的居士，那么他也是啊，但是他没有引到《真义阿含》。那《真义阿含》里面也讲到一个啊，他说这个波斯匿王啊，那有一天去找佛，他跟佛说，那个泥剑子跟他说，佛陀有幻术。啊，那么他可以幻惑，可以就是有幻术可以惑乱众生啊。那他就问佛啊，因为波斯匿王也亲近很多那当时的很多大德嘛。那泥剑子就跟他讲这个瞿昙啊，瞿昙就是佛，那有幻术，那会幻化其他的人做他的弟子啊。那波斯匿王就去跟佛说，这个泥剑子说你有幻术。那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佛陀到底有没有修幻术？佛陀就说有，我有幻术。那是什么幻术呢？他说你持不杀生戒啊，你就不会短命多病。他说的这就是法了啊。那么就是说，他令众生跟他皈依学习的，并不是外道的所谓的幻术，而是他说的法。啊，他说的一切法，一切真实法，啊，那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常常可以看见的，啊，所以他这里讲啊，有恶邪人啊，通常都是外道了啊，通常都是外道啊，那么怀嫉妒意毁谤啊，这个佛啊，其实他说他智慧，他是一切智者，他是得解脱的，他们不承认。他其实他跟人一样，啊，但是为什么大家听他说法之后都相信他呢？都成为他的弟子呢？因为他有咒术，他有咒术让人家迷迷糊糊跟着他啊。其实是这样，就是有人这么，就是有一些外道会这样毁谤。好，他说断彼共高邪慢异故，啊，就是要让这些人知道不是这样啊。所以他现无量神力、无量智慧力。啊，于般若波罗蜜中，好，那我们这一段文，就是我们要稍微解散这段文。你看那个讲义，他就写于般若波罗蜜，他就给他刮了一个书名号，有没有？那么意思就是在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自说我神德无量，三界特尊以为一切富富。好，那么如果照这个前后文来看，啊，如果我们等一下写在那里，照前后文来看。他这个般若波罗蜜不是般若波罗蜜经，而是就是前面的佛著《
般若波罗蜜十相，是指这个，就是佛成正觉之后，我们知道佛自发成谛，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佛会自己这样说。第一种就是佛出生的时候，不是走七步吗？啊，那么就比如说《长阿含》这个啊，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就是如果你依照讲义写的，可能会误会啊，可能会误会。那么如果你看到四跟六来对比啊，你就会发现到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啊，你看第四个啊，第四个是佛住般若波罗蜜中，基本上就是佛证得实相，佛证得诸法实相，就叫做佛嘛，觉者嘛，一切智者嘛，啊，觉者，啊，就是觉悟真理的人。我们说过，佛是觉悟真理的人，证得真理的人。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实相。那么前面的第四个将佛住，就是佛证得般若波罗蜜，证得诸法实相。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啊，那么你看，他说这个是前面第四个讲的，啊，佛证得般若波罗蜜，那实相是在说明般若波罗蜜，它是同等词，啊，般若波罗蜜就是诸法实相，般若波罗蜜就是诸法实相，那这个清净如虚空，是在说明这个实相的内涵，清净如虚空，无量无数，无量无数，基本上它其实就是在讲一切诸佛法，就是一切诸佛所证得的实相。法是所谓的相，基本上就是无相，就是虚空相，一相只有一相，就是无相，啊，这是空相啊，毕竟空相，啊，我们叫做毕竟空相，啊，那么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这是在形容它的，形容这些法，它不是一般可以有量数，数有两种，一种就是可以数的，一种就是思量的，啊，那么不可思议，它是在讲这个，所以无量无数。它基本上如果加多的话啊，比如说自论卷气的，就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那么在这个佛在这个般若波罗蜜实相法中，那这个是形容的，这个是在形容这个实相的，实相是在说明般若波罗蜜，它是同等词。所以这个如果把这一段去掉的话啊，它基本上就是佛住般若波罗蜜中，或是佛住般若波罗蜜法中自发成眼。你看它的文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是形容词。所以佛住般若波罗蜜中自发成眼，就是佛成正觉的时候这样说。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在四无畏里面就会讲到啊，后面有讲四无畏，它也是佛自成眼啊，或是佛自己说。那么我们可以看经典里面佛这样说的话，通常就是讲啊，我是一切智人啊，啊，我是三界特尊啊，啊，那这样的说法通常就是佛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上次我们讲过啊，有很多种说法。但是说法不外乎就是啊，比如说我们举长阿含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三界特尊，三界嘛，三天上天下就三界嘛，为度众生生老病死，为一切富富啊，我那么有的讲多一点就是我已经成等正觉，或是我已经断一切生死啊，那就讲多一点就是他神得无量，神得无量基本上就是他已经成等正觉啊，所以有无量神力嘛，无量智慧力啊，所以叫做神得无量。那么你看，那你于般若波罗蜜中，你看于般若波罗蜜中，就是这里的佛住般若波罗蜜中，自发成眼，我是一切智人。那么这个也是啊，就是佛，这个是他来说明般若波罗蜜有无量神力、无量智慧力的，啊，就是无量威德力的。好，这个是在说明般若波罗蜜的。所以佛如果照第四个，其实第四个、第六个一起看，你会比较清楚哦。佛于般若波罗蜜中，那这个般若波罗蜜不是般若波罗蜜经啊？你看他的讲义就把它化成书名号《般若波罗蜜经》，其实不是，它跟这个一样，佛住般若波罗蜜中，佛于般若波罗蜜中，就是佛在他自觉的境界里面，就是他成等正觉，他这样说自说啊，这个是正般若波罗蜜可以有的一些威德力、智慧力啊，那一样。那这里讲我是一切智人，跟这里讲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征为一切富富，啊，就讲的广跟略而已，啊，那么这两个合并一起看，你就会很清楚，啊，基本上就是我无量神力、无量智慧力，所以你看那个讲义，如果我们有讲义嘛，讲义里面把这个般若波罗蜜分成书名号了，然后就变成啊，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中，他这样讲，但是你在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的、六百卷的，你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没有啊。啊，所以他其实不是在讲这一本经，而是般若波罗蜜是他所证得的实相，
那么佛证得实相之后，他这样说，他这样说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就是说我们说有两种，一种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啊，三就是天上天下，我有读经讲这个。第二种就是他在跟外道或是跟佛弟子讲，他得四无畏，他说法无畏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那因为他底下大概有跟四无畏有一样的，他也有影，他也有影。那在《般若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同时都讲到这个，就是佛有四无畏，而且四无畏底下讲的佛都是自成眼，就是因为他已经成一切智，他成正觉，所以他很直接而且决定的说啊，我是一切智者啊。那像这个佛刚成佛的时候，佛刚成佛的时候，那有一个优陀外道，他要去度五比丘之前。啊，这个我们顺便讲一下。那么佛陀成佛，菩提树下成佛之后，我们说过他最早本来要度他两个禅定老师嘛，这两个都往生了，所以他就想要度谁？要度五比丘。五比丘在哪里呢？五比丘在鹿野苑啊。那所以他还要从这菩提伽耶一直到鹿野苑，还要走很久。然后他就要去度五比丘。那中途遇到一个修行人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圣者叫做佛而已，其他都还没有。啊，那这他叫做优陀，啊，应该叫做优陀啊。那么这个外道，易学外道啊，就是当时都是一样，大家都是外道啊，还没有真正解脱的人，佛是第一个。那么他看到佛的威仪不一样，就有一点像马胜比丘看那舍利佛看到马胜比丘一样，啊，马胜比丘的威仪很好，威仪第一啊，啊，然后舍利佛被这个马胜比丘摄受到，哇，这个人。啊，表现出来的，其实你有解脱，你表现出来的威仪，跟表示先出来的那个风范，啊，那个光彩不太一样啊。那佛如果被他摄受到，那你像佛的威仪，那超过一定超过马胜比丘，啊，佛的光明，佛的那个威德力更超过马胜比丘，所以他走在半路上就被一个修行者，啊，应该是年轻的，叫做优陀啊，这叫做易学外道，看到啊，这个人了不起，这个人的从他的外相看。啊，你看那个频婆娑罗王，佛陀还没成佛之前，在王舍城附近托钵，频婆娑罗王看到，哇，这个年轻人那个相了不起，他就赶快要他说，啊，其实他也不是很认识他嘛，他说好，你我分一半国土给你，你看，他也是从相上，啊，他就被他摄受了，啊，那这个优陀看见佛陀，哇，这个年轻人。那种光彩啊，走路的光彩威仪啊，那种散发出来的特质啊，不一样，不同一般人，所以他就赶紧去问他。那你知道印度人非常重传承，所以他第一个问他的跟舍利佛问马胜比丘的一样，哈，舍利佛也是这样问马胜比丘的，啊，那个优陀外道易学外道啊，也是这样问佛陀，他说你的师父是谁？他教你什么？一样啊，马胜比丘也是这样，不是。舍利佛也是这样问马胜比丘的，因为他们习惯他要有传承，所以你看舍利佛问马胜比丘什么？第一个看见马胜比丘，他第一个问你的师父是谁？那舍利佛马胜比丘是有师父的啊，师父是谁？佛陀、释迦牟尼。好，那第一个他就会问，第一个他会问，因为他们重传承，那从吠陀以来都是重传承，尤其那个时候阿维苏时代非常重传承啊，就是老师授给弟子啊，然后所以。他先问你的师父是谁，就是你是跟谁学的啦？啊，那马胜比丘说：“我跟释迦牟尼学的，曲昙悉达多啊，就是跟释迦牟尼。”啊，那他教你什么？好，哦，那马胜比丘才跟他讲嘛，我师父马胜比丘那个时候已经证阿罗汉了，啊，然后他才跟他讲，我师父教我的非常的多，但是我简单的跟你讲扼要，简单扼要。重点的跟你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讲这两句而已。这是我师父常常跟我们说的重点，就是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叫做缘起记嘛，诸法诸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后来就是有用这个记嘛，那其实只有两句话而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你看那个舍利佛善根成熟啊，他听到两句而已哦。他听到这诸法因缘生，最后面他马上证出果，马上证出果啊！那你说我们听了那么久，怎么都不证啊？因缘不成熟嘛，就是你没有思维过嘛，人家已经思维过很久了，
所以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尤其像我们现在佛教徒，基本上管你什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就是了。啊，那这样你是没办法的哦。这样你一直没有那个善根可以成熟，你知道吗？啊，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思维这个东西。好，那舍利佛马上就证出果，证了出果，他非常高兴，因为他跟目犍连有约定嘛，他们是一同出家的，他们两个世家是非常好，婆罗门种姓的，他们两个一起出家的，他们也一同约定，他们都是后来去跟善若愚出家嘛，六师里面的善若愚，善若愚是怀疑论的了，他不肯定世间的一切，他不肯定，怎么样说都可以啊，但是这个也是一套哲学啊。好，那么他们有约定，谁先见法，一定要马上告诉另外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舍利弗就跟马胜比丘说：“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因为他要去见他的师父。他这个人都这么厉害了，他师父更厉害啊！所以他想要去见他的师父。他就说：‘你等我一下，那么我到时候跟你一起见你的师父。’啊！所以你看，这个后来舍利弗就马上去跟目犍连说。那目犍连他本来在善若愚那个地方。”目犍连远远看见舍利弗来了，他看舍利弗不一样，他就知道舍利弗一定见法。你看这个从外面就看得到，他就知道舍利弗一定见法，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啊见得真理了，还是怎样？证得真理是怎样啊？”然后他说：“是。”然后他就跟他讲，舍利弗马上跟目犍连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目犍连也证出果，你看就这样。后来两个一起跟着这个马胜比丘去找佛，然后就跟着佛了，那舍利佛那个时候就做佛的侍者，但是就十五天之后证阿罗汉就换人了，因为佛没有收阿罗汉做侍者，出国都可以。啊，那目犍连一直用功，在树下用功，七天就证阿罗汉。舍利佛做侍者嘛，做侍者。啊，一般是说他的舅舅来找他辩论的时候，认为这个释迦佛是拐骗了他的外甥嘛，啊，因为他的姐姐怀这个舍利弗的时候，他就辨认不过他姐姐，他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厉害，在肚子里面就这么厉害了，等他出来那还得了，所以他这几年都去外面学法嘛，要回来跟他辩论，指甲都没有剪，叫做长爪犯智嘛，啊，就讲这个故事，结果回来听说要找他的外甥辩论，结果他外甥跟佛出家了，他觉得啊，他也怀疑这个佛一定有幻术。他怀疑佛有幻术，你看很多人都讲佛有幻术，所以才能拐骗蒙骗他这个这么聪明的舍利弗。结果去要跟他辩论，就是讲嘛，他就是一切法不受嘛。他佛祖就问他：“那你一切法这个后来叫受缚经嘛？”啊，就是跟这个摩诃居士罗啊，他说：“你一切法不受，那你一切法不受这个法，你受不受？”啊，一句话他就没得讲啊。后来舍利弗。这个佛陀就跟他讲，那什么叫做受啊？就开始这样讲。你看佛陀很厉害，啊，就你看那个度三加舍，三加舍是火供的嘛，燃烧的嘛。他就跟他讲燃烧经，什么是燃烧？跟这个摩诃居士哦，他就跟他讲受缚经，啊，你的宗旨就是一切法不受。好，那告诉你什么叫做受。好，那后来这个舍利弗在后面听三风嘛。三峰就是因为佛在那边跟这个摩诃居士罗对谈，舍利佛在后面听哦，三峰这样听，摩诃居士罗还没证阿罗汉，舍利佛三着三着就证阿罗汉了，你看这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好，那我们讲啊，我们重点要再说这个他这个忧头外道，他就先问，那你师父教你什么？他问佛啊，跟舍利佛问马胜比丘的一样，你师父是谁？接下来就要问，那你师父教你什么？可是优陀问悉达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释迦牟尼的时候，你师父是谁？他师父是谁？他没有啊，他自己成佛的啊，不是他师父教他成佛的，他有教他禅定的师父，但没有教他解脱的师父，没有。所以他就跟他说，我是自己成就的，自觉谁称师嘛，就是说。我是自己觉悟的，就叫创觉嘛，自己觉悟的。我是自己觉悟的，我不是依老师觉悟的。那个优陀一看见
他后面就没问了，他后面说：“那你证得什么？”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所以很多外道不相信佛是一切智者一样，不相信他成佛一样。为什么？第一个，他修行的时间不久，他顶多就六年而已啊。第二个，他非常年轻，佛陀成佛才几岁？35岁。今天假设了，我有时候会有想法，今天如果有一个30、40岁的人说他成佛，打死我也不相信。而且你还没有老师。我会信吗？我老实讲，我也不信，真的啊。所以你看哦，你看，一般我们就会有所谓叫做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后来很多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波斯匿王身上啊，就是说有一个小沙弥，其实已经证阿罗汉了啊，然后他就看不起那个小沙弥，觉得他没修行嘛。他波斯匿王都是要顶礼出家众的嘛，可是如果你顶礼舍利佛、目犍连啊、大迦叶这种，他很快就败下去了。可是要顶礼一个小孩子，他怎么样也拜不下去，你知道吗？可是不拜，他又觉得不拜，他又觉得他不恭敬三宝；要拜，他又觉得没有面子。啊，我一个国王，一个大人拜你这个小孩子，所以他就把那个小沙弥就叫到房间里面，那个小师傅，你过来一下，就在房间顶礼他，然后告诉他哈，你不要告诉别人哦。然后后来小沙弥就现神通，他是阿罗汉了，均提沙弥，均提8岁就证阿罗汉了。他是舍利佛的弟弟，亲弟弟，就跟他说，现神通给他看。那个波斯匿王就眼睛瞪得很大，然后，哇，那会像这样神通的，他就是修行很好的嘛。哇，想不到这个小孩子修行这么好，然后现我的神通，他就跟波斯匿王讲：“你不要告诉别人。”所以你看哦，我们很容易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释迦牟尼佛那么年轻又没有老师，他能够成佛，他不相信，所以他就没再问。他就没再问了。如果他继续问，好，那你成佛的境界证的是什么？那就不一样了。他就不问了。然后他如果因为他也没老师嘛，所以他就问：那你要去哪里？那因为他没问，你看哦，他没问佛陀就没讲哦，因为他没有问，因为他已经心里面已经起什么共高我慢的心了。所以你看那个戒律里面哦，要去为动中说法，但是人在高处，己在低处，不应当为说法啊。那么人站己立，人坐己站，人坐己立不应该为说法；人持矛，人持盖不应当为说法。你看有那么多不应该为说法的，为什么？因为他功高我慢，法不入心，他升起我慢了。通常你在我慢心升起的时候，虽然你应当为众生说法，让众生得利，但是你在我慢，你看不起这个说法的人，你不尊重这个说法的人的时候，通常你就在佛法上升起障碍了，你就不容易误入这个法，因为你的心有障碍。所以这个时候你为他说法，只是让他对佛法更回谤而已啊。所以这个时候不应当为他说法。你看戒律里面都这样规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里面说的啊，就是很多人其实会误会佛陀了啊，就是像我们讲这个优陀啊，他这个佛陀要去度五比丘之前，假设他那个时候没有我慢心，他可能是第一个得度的，善根不成熟嘛，啊，善根不成熟。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上面说到啊，我们刚才要讲的就是这个里面，其实般若波罗蜜不是指般若波罗蜜经，而是跟前面第四个是一样的，佛住般若波罗蜜中，佛住般若波罗蜜经，因为这个讲义他把它化成于般若波罗蜜中。啊，那么自说啊，就变成在《般若经》里面有这么说，其实不是，这个是他成佛的境界里面啊，他依这个境界，他所证得的实相，那这个无量神力、无量智慧力，就是般若波罗蜜中的功德力啊，其实是这样，跟第四个其实是说的是差不多一样的啊，差不多一样的，那么只是第四个是有人以佛不得一切智，那么这个是。不但怀疑，而且毁谤佛是幻术、幻化、祸乱众生啊！它是层次有一点不一样。好，那么底下为一切富富，应该是般若波罗蜜中只说到这里而已，只说到这里而已。那么他说一发恶念，获罪无量；一发尽信，受人天乐，必得涅槃。好，那么这个应该这一段文应该是。龙树引这个般若经的啊，那么
般若经里面有强调啊，回指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就是回指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那么假设你毁谤般若，就是毁谤三世诸佛，毁谤三世诸佛就会让你堕，就是无量百千亿岁堕大地狱中啊。好，我们把它写出来啊，就是在《般若经》里面啊，他有提到这个概念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先了解一个背景啊，就是初期大圣，就是般若波罗蜜在流行的时候，那么是当时部派同时是很兴盛的时候，就是初期大圣跟部派是同时存在的啊，那所以啊，很多那个时候的部派的这些声闻学者是认为这个般若波罗蜜非佛说啊，就是我们说的大圣非佛说了，就是你这样的说法不是佛说的啊，因为般若经的经典不是在就是阿含经的结集的经典里面嘛，没有。那他认为你这样的说法，就是说部派里面他们会认为我所传下来的这些经典里面没有这部经。即使部派跟部派之间也会这样哦，因为部派跟部派之间，它彼此的经典它有大同小异，有一些经是这个部派有，这个部派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你会看《大毗婆沙论》里面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他会讲：你这个经我们没有，所以这个经是你们自己编的。那么有一些经典也是其他部派没有的。那么其他部派有一些经典，比如大乘部，那么他有一些经典是有部没有的，有部有一些经典也是大乘部没有的，所以他们有些部派之间会彼此说，你这个经典我们没有，所以这个不是佛传下来的，不是真正佛传，是你们自己编的，自己加进去的。啊，那实际上结集经典之后，确实各个部派因为都是第一个就是大迦叶结集并没有把所有佛说的法都收在里面，并没有，他就是五百阿罗汉所听到的啊，那么以阿难那么做总结。那么其他，因为五百阿罗汉佛弟子不是只有五百阿罗汉，有很多没有参加结集的阿罗汉，他会跟他的弟子说啊，我亲眼听闻佛这么说。那么这个他的弟子就会把这一部分加进什么？加进结集的经典里面，他们所结集传送的经典里面，通常都会这样。所以后来就会慢慢产生各个部派有一点不太一样。戒律也是这样，我们说过戒律是经是佛弟子也可以说的，经是佛跟佛弟子都可以的，但是戒律只有佛能治，其他的弟子不能治的，开遮持饭都要由佛来说的啊。但是经是可以的，舍利佛说的、目犍连说的、大迦叶说的、阿难说的都可以成为经，都可以流传，但是戒律没有，戒律只有佛制。即使是这样，不能改的戒律后来都改了，所以才会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嘛。你不要讲什么，我们就说四分律。上次我们有讲过，啊，我们受持的是四分律嘛，250条，比丘尼348嘛，啊，那么四分律里面众学法，我们说过众学法100条，26条是其他的部派都没有的，其中24条是有关于塔，2条是有关于佛像。这是其他部派没有的，这个不就是自己加进去的吗？啊，因为四分律、檀无德、法藏部、众咒、众塔，啊，他们三藏之外还有一个咒藏，啊，那这些基本上你会发现到说，部派其实他已经有各自有思想，啊，但是即使是这样，多数的部派还是否定般若经的，那认为般若经讲的一切法空，不是佛法的概念。不是佛法，般若经说的道理，啊，在扭曲佛法，啊，所以般若经在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啊，就会毁谤般若经。所以你看那个般若经里面，啊，都有这种概念。第一个就是说，假设你诵般若经，或是你受持般若经，有人毁谤你，你不要退失信心。为什么？因为常见嘛，很多人会毁谤你，你不要退失信心。那个是你先世罪业，因多恶道。啊，你看《金刚经》也这么讲，《般若经》里面有这么说。那是你先世罪业因多而到，但是因为现在受毁谤，你还不改变，所以他会强调你即使针对种种的怀疑，但是你很深入般若，了解般若，确信般若，那么这个不是一佛二佛。从正面来讲，他会告诉你，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
从反面来讲，他会告诉你，那么你受持般若为人为谤，是你先世罪业因多而到，今以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很常见，就是毁谤般若波罗蜜的啊。那么般若，我们讲的般若经都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就不用特别写啊。般若卷十一，它就叫做信毁品啊，就相信跟毁谤的啊，就是你相信有什么功德，毁谤有什么罪业。它这里的经文讲到这个。若一发恶念，获罪无量；一发尽信，受人天乐，必得涅槃。好，他这个是概说了，简说啊，就把般若经这个概念啊，他讲到，此毁生般若波罗蜜故啊，就是你毁谤，此毁就是毁谤啊，此毁生般若波罗蜜故。他说你毁谤般若波罗蜜，就是毁谤三世诸佛，为什么？因为一切三世诸佛都从般若波罗蜜而成佛，啊，没有般若波罗蜜就没有三世诸佛。那么你现在毁谤般若波罗蜜，你就毁谤三世诸佛，就表示什么？因为般若，因为三世诸佛过去佛，依是依般若而成佛，未来佛还是要依般若而成佛，现在佛也是依般若而成佛。那么你认为般若不能成佛，那就表示现在的佛不是佛，过去的佛也不是也没有成佛。未来依般若波罗蜜的也成不了佛，就是这种概念啊！啊，为什么？因为你怀疑般若，那么他是依般若成佛的，那么就这一些就不是成，就他就不是佛了嘛！啊，所以他是这种概念。他说：“此毁生般若波罗蜜啊，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故则为此毁过去、过去、未来、现在啊，就是三世诸佛了，诸佛一切智。”三世诸佛的一切智、一切种子，因为般若波罗蜜就是一切智、一切种子，世人为止三世诸佛，啊，所以你用这个来再来对照啊，对照这个经里面说的，就是他般若，他这个般若波罗蜜中智说啊，然后他认为他是幻化，这个其实就是毁谤他佛所证的般若波罗蜜了，其实就是讲这样啊，那。他说：“毁谤三世诸佛一切智故，起破法业，这样你就升起破法的恶业，起破法业。破法业因缘集故啊，集就是积集啊。破法业因缘，就是你一直毁谤啊，而且不改啊。破法业因缘集故，积集的原因啊，那么。”无量百千亿岁堕大地狱中啊，就受无量苦了啊！无量百千亿岁堕大地狱中。那么在《大般涅槃经》有讲到，须菩提曾经毁谤过佛陀啊，那么堕在地狱里面啊，也有讲过这样的啊。那么他说这个。那么这个是受无量罪，另外在般若经卷十七啊一样，他就讲有无量福啊，般若卷十七，这个是卷十一的，他有深奥品啊，因为你会发现到龙树在讲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综合很多东西来讲的啊，那么若是菩萨摩诃萨啊。就是你相信的，若是菩萨摩诃萨能如说行、如说学、如般若波罗蜜中观啊啊，这其实一样啊，般若波罗蜜、波罗蜜中观啊，就观了，做观了，是修了，其实是修啊，如说行、如说学、如说修，就观，那么。他说：“具足勤精进，一念生死，当得无量无边阿僧祇福德。”所以他这里主要就是相信跟毁谤般若波罗蜜啊，主要是这样。那么从你相信般若波罗蜜，你就相信诸佛；相信诸佛，你就相信般若波罗蜜啊。从这个地方，
因为佛就是证得般若波罗蜜，那么依般若波罗蜜中说出一切法啊，其实是这样。所以这里啊，我们来对看啊，这里的讲啊，就说于般若波罗蜜中啊，这个是它其实跟我们说过，这个书名号其实是要把它去掉，它其实跟前面的啊，这个佛住般若波罗蜜中啊，自发成缘，跟佛于般若波罗蜜中自说我神得无量三界得正觉就无啊，就到这里而已。那后面啊，后面很明显的就是它是不是连接着佛自说而来，而是啊，这个你对这个般若波罗蜜，你一发恶念啊，就是你对这个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你不相信而且毁谤，那么就获罪无量。那么如果你相信，一发尽信，那么你就会受人天乐，必得涅槃，因为依般若而成佛。好，那么这里说到的这个尽信，一发尽信，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那么我们对照看，现在就会比较清楚。其实就是你清净心了啊，这个净信，相信啊，那一般我们依诚实论来说啊，他说这个净信有两种，他说是信，这种信啊有两种，通常宗教徒都有信，信是宗教供的，但是会佛法大乘就特别讲啊，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啊，就是慧智慧是不共外道的啊，戒跟定也是共外道，信戒定都是共外道啊。但是佛法的慧，这个慧是指般若波罗蜜，这个是不共外道的，就实相慧啊。那般若经也是强调这样啊，他说是信有两种，第一个啊，从痴生，从愚痴生。那阿含经不断的在强调，一切的痛苦都从愚痴生。啊，那么要离一切苦，一定要有智慧，啊，一切的福德都从智慧生，一切的痛苦烦恼都从愚痴生，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好好想，那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愚痴，啊，那有些人是专门重信，就专门重信，但是，比如说，好，我们就简单讲，比如说你念佛啦、持咒啦、拜忏，好，那你不晓得为什么要念，念些什么，为什么，你都不晓得。你只知道好，反正念了就会有功德，啊，像我们现在诈骗啊，你也不晓得你要去工作，去哪里工作，为什么会这么好赚，你不知道，啊，你就算知道，反正就有人这么说，他曾经去那边赚了很多，然后要做什么啊，不用做很多啊，只要很简单的做，你就可以得到很多，那怎么可以这么多？不管他，反正就是这么多，那么你就会被骗，那么世间的人啊会被骗，修行的人也会被骗，那世间的人骗。有可能就是损失钱财，有时候损失性命。那修行人被骗呢？损失法身慧命，而且不是一世，是生生世世，更糟糕。我告诉你，真的啊！所以有很多你要清楚啊。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他说，这个信有两种，第一个从愚痴生啊，从痴生啊，啊，他讲从痴，其实就是愚痴啊，从愚痴生的啊。那么他说，就好像啊，不思善恶，你没有分别，这样的是对的、不对的，好的跟不好的，不对在哪里，好在哪里，你没有去分别这个东西啊，也不晓得这样是修对，比如说苦行啊，那苦行解脱，为什么苦行可以得解脱？那你不管，反正就有人因为这样对说，谁见了？真的吗？这样叫解脱吗？你也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啊，为什么这样修不知道？啊，因为什么？因为以前就这样修，传统有权威的人，哪一个有修行的人这样说？相信传统，相信权威，那么大家都这样修，相信什么？盲从，相信大众，因为大家都相信，你就相信，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你就相信，因为某一个有权威的人这样说，你就相信，那么我告诉你。你这样就是愚痴生，啊，那你不是因为你真正明白、真正了解、真正知道那个道理，真正你有体验到，不是，啊，那么不思善恶，
那么鱼像以前的六师就是这样，鱼富然那，富然那就是六师外道里面的等二师所生见心，你也是非常的相信他啊，你也是非常的也是尽信啊，尽心啊，但是你的心实不尽啊，因为有邪见其实就不信，但是你是完全的相信他，没有任何怀疑的相信他啊。那现在有很多也是这样啊。然后第二个啊，从自身，所以佛法的智慧怎么来啊？很重要哦，闻思修证，一定要经过如理思维。听了，你第一个你会听的，通常都是你相信的嘛，啊，但是听了之后还要如理思维，如理思维还不够哦，还要你如实修行，看看是不是真的像讲的那个样子，而且不是死后才知道的，不是以后才知道的，是修马上修，马上就能够体验的。佛法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说等你死了之后你才知道有没有，没有，那你死了都死了，有没有知道已经没有用了，你知道吗？好，不是的。那么从自身，那么智慧基本上就是四个层次：闻思修证。啊，上次这我们讲过，也讲过，陀罗尼其实就是闻思修证的四种陀罗尼，基本上就是闻思修证的四个层次。啊，后来就陀罗尼变成咒了啊，就不一样了。好，那么从自身啊，后来咒就是有一点点完全跟智慧没关系了。啊，你也不要懂那么多，你也不要想那么多，你相信就是，一直念就是，你就会有。啊，这样是说什么？这样叫做从痴身的静心，这样是不对的哦。啊，好。那么，所以他讲啊，如四信中，四信是什么？四不坏信：信佛、信法、信身、信戒。啊，那么这是信行人，基本上得四不坏信啊，也可以得解脱，也可以证果了。那么于佛等生净心，所以一样是净心，一样是生净心，净心这个叫净心嘛。但是还是有分，啊，但是外道的净心不是真正的净心了，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从这里讲啊，就是一发净心受人天乐，必得涅槃；一发恶念，获罪无量。啊，这个应该是《龙树引般若经》里面的。啊，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自说，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征一切夫妇，啊，应该到这里。然后一发恶念获罪无量，恶念是毁谤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净心是相信般若波罗蜜，啊，那相信般若波罗蜜就相信诸佛，相信诸佛就相信般若波罗蜜，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好，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么这个一切智人跟这个后面的这个。一切富富三界特尊啊，我们后面会再讲。他这个跟四无畏佛有四无畏啊，就是说法无畏这种。那么我是一切智人无畏啊，那这个也有一点关系。那跟后面还有七八九十这一些啊，那么都有一些关联。这个我们啊下次再来讲。好，那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